人的外表并不代表一切，有可能因为他外表丑陋，但他其实个性并不，就为人处事其实不像他外表一样，他有可能内心是很纯洁善良。做人要做自己，不要然后看人家，不要看外表，要看那个人的内在，就这样。不要用外，就是不要用外表来判断一个人，就搞不好虽然他长得很抱歉之类的啊，可是他内心很好啊。人要知道真正的自己是什么，然后要了解自己，不要一辈子盲从，要相信自己所相信的方向。做自己觉得对的事。那个听那个中国怪的，让我知道不要做一个表里不一的人，你要去做一个自己最真实的自己，然后让人家来接纳，不要因为别人而改变自己。